退，退旁边是一个更，折就是为了换方向往下拉，横画后面不要碰到，下面笔画封好，起笔划下来，这边是一个挑，所以起笔要挑上去，挑上去顺便写这个撇，然后再连下来这个点，收笔，好，一个长长的点。然后它这个点是一个点，以后它有带动的工作，有点像一个勾下来，勾下来是为了写这个笔画。好，平的碰到它一波，第二折变粗，快结束的时候把它送出去，变细，退，从侧面看。我们再试一次，退，上去折一下，换方向，收笔。短横，下面短横封好，长竖到这里是一个挑，所以起笔以后勾上去，再撇过来以后再点下来，记得要收好，有点长长的感觉。然后这是一个点，但是它有一个动作往这边撇撇，顺便写这个笔画折折，绕过来，然后写一个平的，碰到它又开始下降，上面已经没笔画，就把它拉尖尖平平的拉出去。